日前，据西班牙媒体阿斯报援引权威媒体天空体育的报道，英超联盟正在商讨取消经纪人佣金，原因是这个夏天英超的联赛仅仅支付给经纪人的费用就达到了 2.36 亿欧元。英超联赛已经成为了足球经纪人最赚钱的平台，如果谁说当今足坛水平最高的联赛恐怕英超只能排在西甲之后，但如果说当今足坛竞争最激烈、商业运作最成功的联赛，英超当之无愧在全球领先。而商业上的成功也促使各个经纪人在英格兰赚得钵满盆满。对于英超联盟取消佣金的传闻，英超肯定不能完全不支付给经纪人佣金，具体的操作还要有完善制度和统计公式。而早些时候，国际足联就曾拟定对经纪人的收益进行限制，足坛两大经纪人拉伊奥拉以及门德斯都是在英超赚到了大笔财富。当初博格巴加盟曼联，拉伊奥拉从中至少获得了2000万欧元的佣金，另一种说法是3000万，这还不包括球员的工资分成。而门德斯更是在英超中赚的最多的经纪人，如今英超联盟的即将商定出新的规定，到时候肯定会对这样的超级经纪人有一定的影响。